我上海滩，大家好，我是丁丁。让阿拉看看今朝观众朋友来了微信平台里又提出啥问题呢？各位记者，大家好，我想问问下，是阿拉平常上海人经常会去唱一个人老骚的，这个骚骚怎么说呢？还是阿拉听老师讲别可骚？这个观众朋友侬好啊，来上海话里。捉东西或者讲捉物事，是指嘴巴缩起来吸东西啊，就是搿能介一只动作。来，有两个字才可以表达迭个动作，一个是捉，左边一个口，右面是一个嘴，还有一个是缩，左面是一个口，右面是一个缩。现在呢，阿拉比较常用的是第一个捉，缩已经老少人用了。尽管捉物事的搿个捉听上去，帮迭个人老作的作是一样的，但实际上呢，讲一个人老作的作啊，也就是作文的作。上海话里的作啊，通常是用来形容女小孩，比方讲带小姑娘出去吃饭，女小孩呢就问伊嘞，您今朝想吃啥么子啊？伊就回答，随便侬，我侪可以啊。但是啊，侬当伊真的随便吃的吗？不是，侬跑进一爿店里，伊又开始横挑竖挑，搿个勿好，埃个勿好。恐怕搿辰光啊，男小孩心里就会得想：哟，哪能介作个？实际上除了作啊，还有一个词啊，经常用来形容小姑娘的，就是“嗲”。最结棍的嘛，就是阿拉上海小姑娘，应该是又作又嗲，当中的分寸拿得来是非常的好。一讲到上海女人，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嗲”。嗲妹妹三个字好像就是专门用来称呼上海小姑娘的。除了嗲之外，上海小姑娘实际上也蛮欢喜作的。又嗲又作，可以讲是用来形容上海女人最好的词汇，既要嗲功了得，还要作得来有情调。不过，2002年香港女星张柏芝来了电影《舞动狮吼》当中塑造的女主角，来了当时也是掀起了一股野蛮风的热潮。这股热潮会一直延续到今朝。我开心呢，你就要陪着我开心；我不开心呢，你就要哄我开心。永远都要觉得我是最漂亮的，梦里面也要见到我，在你的心里面只有我，就是中。看看跌幅做的事，作为男性观众，我是有眼躺不牢的。但是作为上海女人，我总归觉着上海女人的作不是迭能介野蛮的。好，欢迎回来。今朝阿拉节目讲的是上海女人的嗲与作哦，阿拉看了只视频，现在啊，我觉着搿霸气女越来越多，整个上海女人搿种嗲与作越来越少。两位觉着现在是搿能介伐？嗲得之作，哎，好像外地人对上海女人的搿第一个感觉印象，哎，印象就是嗲得之作，哎，我倒认为搿才是。女人的专利，哎，但是我就觉得现在搿种小姑娘越来越少，哪能会呢？我觉得刚刚张柏芝辣盖里头演的搿只角色，对伐？就是辣盖作呀，啥个我勿笑的辰光，侬要嬉笑；啥个我勿开心的辰光，侬勿好比我还要勿开心。搿就是作的体现呀。来男人眼睛里，我觉着搿是一种就是讲黑作，还是一种凶。黑作也是作呀，侬搞嘞，真是。黑作也是作。我记伐？刚刚要问问看斯文姐了，有人讲过，嫌比侬太作伐？嫌比倒是真的从来没个啦。就是我今朝坐了，就是毛老师旁边，一直都觉着我自家勿是老嗲的。勿是老女人的。对呀，我就觉着哪能回事体啊？我觉着做搿样事体，好像要有的，就是随着就是讲年龄越来越。讲不下去，讲不下去。你啥话我表达不来。我觉得就讲，随着年龄的增长，好像会得越来越有的味道。味道。就是我好像觉得我味道还不是老足的。侬觉得呢，丁丁？现在搿能介就眼出气，就勿是嗲，勿是有眼出气，就硬劲出来搿种嗲，把自身的出来搿种嗲勿大一样哦。还有可能对个人勿一样，对伐？搿种面孔也勿是老想对牢伊发嗲。侬有啥唱过搿种舞的伐？做豁逼了啊！阿拉两个吵起来，有伐？阿拉经常做豁逼。看侬尴尬的面孔，我也觉着了。那我觉着就讲发生了，我身边就是最。直观一趟就是，搿辰光勿是要办婚礼嘛？办婚礼之前，阿拉跟婚庆公司约了，就是婚庆公司老板跟阿拉到开会，葛末阿拉没选搿种啥包房，就随便就是搿种shopping mall 里头，就是随便。在咖啡厅。就讲到一半呢，我就觉得我要发火了，并也并不牢，我就要。为啥要发火呢？是因为讲到在细节，就是葛末我提出了我的意见。
所以阿拉老公竟然就跟婚庆公司立了一边，伊讲，伊讲不要，伊讲，搿辰光我要生气啊！我讲没来噻，勿结婚了，就勿结了。哎、婚庆公司的老板就过了看了阿拉，就老尴尬，然后旁边人就侪看了阿拉。葛末我就觉得我已经讲过不来噻了，如果我现在就讲冇体面了，不可以啊，就老没面子，侬晓得吧？葛末就一定要病了该。好嘞，一个天来劲道嘞，也给我病了该了，侬晓得吧？后头后头人家葛末人家婚庆公司你就讲，搿要么搿能，人家你让新娘子先回去，没准哪两个人再讨论讨论。人家把阿拉这抬下来，阿拉两个人一道不要，晓得吧？姜老好，随后接下去，阿拉老公就讲，搿要么搿副样子好了，伊讲，侬反正也勿想待了，侬家头先跑吧。搿几我尴尬嘞，伊叫我先跑了，侬讲尴尬伐？搿我只好讲，哦，搿我就跑。妈，我搿我想想跑外头也蛮冷，也没人送我，勿搿事晓得。蛮倒蛮紧。我想想讲，我讲搿我勿跑，没人送我，我勿跑。后头伊就觉得我拨了一只蛋糕，然后搿事体就缓和下来了。对。阿拉一般来讲，像我所接触到的阿拉女性哈，自家上海搿一点朋友，好像侪还是老懂得辣外头拨自家老公啊或者男朋友个面子的。即便碰着搿意见勿统一。葛末也会得比较好的来商量。是啊。侬再作再嗲，侬辣屋里向去作老嗲。侬搿工作状态浪向，侬好像我认为应该要守搿一种所谓的准则、一种规矩。孟老师讲了非常好。阿拉阿后来呢有段视频，有对个捉女掌门人的故事，阿拉一道来看瞧。郝小姐，我是要让徐家慧给我养老的。我跟家慧结了婚以后，我夫妻矛盾一直是长盛不衰的话题。2011年，演员张小雷来了热播的国产电视剧《双城生活》当中塑造的上海婆婆抢尽了风头。电视剧当中，这位生活讲究、细心细腻的上海婆婆，拿上海人的小资做派发挥了淋漓尽致。在伊的眼里，上海就是顶好的城市，没第二。在我的心里，哪里也比不了上海。因为欢喜吃青稞，人家才喊伊青稞婆婆。也因为吃哈青稞的迭个作头事。杨曼丽还赢得了一个名号“捉女掌门人”。谁让你干的？谁让你动家里老钟的？大晚上的，这些钟天天乒铃乓啷乱响，我根本没法睡觉。你晓得，把老钟调掉意味着什么？我哪知道？你不晓得是吧？我来告诉你，佳慧的爸爸11:46走了。我为了纪念佳慧的爸爸。把钟调到11:46，你敢把它停掉？当初拉了个北京新闻，碰到捉头事加捉个上海婆婆，加大的文化差异，使得伊拉哪能噶也不好和睦相处。那么在舞台高头塑造了不少嗲妹妹形象的毛传玉老师，又会哪能看待这位上海捉婆婆呢？好，欢迎回来。假使婆婆捉，搿媳妇搿日脚更加难过啊！这个青稞婆婆捉到，我倒觉得伊捉了也蛮可爱的。哎，是啊是啊。蛮可爱，侬大概不是当事人，侬觉得蛮可爱啊？搿可能，因为我勿是伊个心，我可能是。但是我认为伊还是蛮可爱，因为伊里向头对伐，还是有讲道理的地方。嗯。伊也蛮有小资个情调，伊也讲究一种情趣。哎，所以我想大人有的辰光捉了半日天，实际上也是希望小人好啊。嗯。除脱搿个长辈帮小辈之间有辰光会得捉，阿拉前头也讲过，夫妻之间也会有。男人实际上最怕听到女人捉起来是搿能介几句闲话。第一句，阿拉搿搭有统计，第一句叫：假使我帮㑚妈一道落到水里头了，先救啥人？搿只问题，㑚身边有朋友或者问过伐？碰着过伐？我。侬问过伐？问过啊。结果哪能会得呢？后头伊好像骂了我，就脑子有毛病啊，就跑脱了。莫老师，侬问过？我好像也问过。你哪能会得弄啊？哪能会得？我倒已经记不得了。反正这个老尴尬的。嗯。跟人家这个没噶巧的。哦。一句就中了。我阿爸问过啊。我阿爸问过啊。侬哪能会得？这个在讲不会噶。没噶巧的。对。有的搿种就是侬讲不会不会，一直拉老多会呀、万一呀、大概呀、路。搿就乱作了呀！搿就阿拉今朝讲个乱作了。其实来讲，伊并勿是讲真的一道大家落进去，非要救伊勿救嘛，对伐？迭个没介坏的，是一种，也是一种要想证实侬对我爱有得多少深，也是一种小作，小心眼。有辰光作就是为了听
因为侬老在乎我啊，不是讲哦，侬放心，肯定要来先救侬啊。侬就会这个老得意啊，因为伊很在乎侬。实际上，到底救不救，阿拉不在乎，阿拉只要听到先救侬就可以了。阿拉收集了一眼男人觉得蛮作的事体。还有啊，那男人也蛮作的嘛。阿拉男人啥个女人作么？男人啊，总讲阿拉女人作老啥？不，搞的是搿种味道，是种味道，是种味道。还有只问题讲，一出项目就分手。我中招，我中招，我最欢喜讲。侬到现在才中招，侬到现在才中招。我要么分手，结婚就离婚。我老欢喜讲个，但是讲好的吧，就忘记掉了。就可能五分钟之后，人家打着电话要我通知一样啥的，我就忘记掉了。夫妻吵相骂，搿是老正常，一直会得吵吵闹闹，就确实是不应该讲，就随随便便来讲。离婚啊，得到真的是。对，阿拉今朝讲上海女人的嗲与作，实际上嗲帮作，阿拉讲到。现在才是不要过一个头啊！比方讲啊，一个男的，伊今朝工作也比较忙，本来讲好夜到七点钟要吃饭的，那么伊工作比较忙，讲有可能不来三了，搿个辰光应该做伐？搿肯定要做，我觉着搿样事体是应该搿能来分析的，就是讲侬七点钟讲好侬要来接我，或者侬要帮我吃饭，侬已经答应我了，侬就不能反悔。侬既然不能做到，侬当时就不应该答应。既然侬答应了，侬就一定要准时出现。要是侬迟到了，搿就说明我对侬来讲不重要。搿是苏文清的看法。我也会得做个做啊，就是肯定首先因为侬不了解对方的情况嘛，搿么讲到侬七点钟等到八点钟八点半，搿侬肯定做了咯。七点钟侬好等到八点钟八点半啊？大部分人到七点十分就不来事，我就开始来了，对吧？七点零三分就不来事，真的，根本耐心不够。像阿拉呢，我还会得做一做的，但做好之后，先肯定要发火了了，那个毛病啊，刚好刚上个辰光，侬啥意思，对不啦？搿个面孔就开始摆下来了嘛，摆好之后，但是叫对方要跟侬讲清爽了，又实在是哪能，跟侬理解，确实是搿事体是老重要。像阿拉搿就是上海女人的分寸感掌握得老好。哪能分寸？一加上侬，伊完全理由是老充分的，伊确实是了工作状态高头，伊是没办法。外加伊想打电话，或者正好打过只电话没打着，或者哪能噶，我是想着的，一直了想，我也急死脱了。咁么人家搿能讲了，像上海女人一定会得，大家不代价了，就拿事体就抚平了。哦，咁么算了算，侬今朝有个理由了嘛，算了。但是前头肯定要做做，不做做就莫名其妙，搿是不可能的事情，过不了。过不了，搿么咪叫赔款咯？哦，罚款咯。搿男的会接领子，好，我他都晓得了，晓得了。哎，对，就双方侪有搿种分寸感啊，搿作就变一种情趣了。实际阿拉前头开过，有桩事体开过只头，就是啥个场合下头千万勿好作。那毛老师头讲过一眼，就大庭广众，大庭广众，还有啥个场合是样？那觉得，我觉得就是如果另一半就是自家老公，如果辣盖工作的辰光，忙的辰光，老忙的辰光，侬也勿好做。还有就是讲侬辣辣婆婆门前，就是讲伊拉有屋里向就讲阿婆啊，长辈辣辣海，结果侬搿能介子做了个男的，是勿晓得哪能介办好，伊搿还会得比较难开的。一个是长辈辣海，还有一个是忙的辰光，有各种圈子的辰光，人辣海也勿好瞎做，就是还是要拨男人面子。对，搿点上个下头还做个搿个小姑娘，基本上就脑子拎勿清了，出根筋了，就拎勿清，就勿是阿拉今朝讲搿种可爱个嗲帮作了。对，聊好作女阿拉，我来讲讲搿嗲妹妹。阿拉来看看迭位嗲妹妹的搿个代表是哪能介发嗲的。现在身边嘛，女人侪勿是女人唻，侪变成女汉子唻，还嗲啥？那个你这个周旋就比较嗲，唱舞这个叫毛钻肉，伊老嗲的，我蛮欢喜看伊的。毛钻肉，搿唱起舞起来老嗲，平常讲闲话也老嗲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嗲好像是上海女人与生俱来的魅力。讲到嗲妹妹，就不得不提两位上海的女明星，一位是金嗓子周瑜。另外一位就是阿拉个毛传玉毛老师，打着侬迭个些兵丁，通通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呀！老弟哥哥，侬可以走了。梅青，我是为侬担心，侬可不能有这心思来，迭个可非同儿戏呀！小姐，我就是欢喜儿戏。我觉着像舞台上毛老师这能嗲法子，男人估计嘛不欢喜。现在就让阿拉回到现场，再来领教一下上海女人独特的嗲功吧。
讲到这个嗲妹妹啊，我想阿拉先来讨论一下个嗲这个字啊，嗲这个字。毛老师，侬晓得“嗲”搿字到底哪能介来个伐？哎，上海人的搿阿拉个“嗲”字呢，写出来是个“嗲嗲”个“嗲”，旁边摆个口口字，搿么就读“嗲”个。嗯。人家最早来讲呢，可能是从英文搿里向头。啊，英文啊。因为上海人是蛮多老早的个生活语言当中会得有英文入过来的。老夫唱就是入腹的吧？哎，侪是搿能样子过来的哦。搿么个“嗲”呢是英文里向头有个叫 “dear”， 就亲爱。哦。实际上就叫 “my dear”， 就是种亲爱的意思。是，搿么搿能样子延续过来的。那么还有到上海人呢，还有一种以前老上海人勿叫爸爸的，叫爹爹的。哦，对对对，有个有个。爹的，小人跟爸爸侪是比较容易嗲的，就从搿个地方，嗲嗲嗲嗲就变嗲嗲嗲，是搿能样子延伸过来的。对对，我听过搿种讲法的。实际，但是最早人，嗲是比较后头了。最早上海滩人称赞嗲的人，侪是讲赞的。或者讲桩事体真赞呀，这个赞这个是讲普通闲话写出来是没办法写。就是赞，就是个赞，就是赞，就是赞。现在大家在点赞。其实来讲，搿赞是上海人老早的最早辰光讲的。阿拉讲一样物事，哪讲讲只杯子好讲，哎呦，这杯子老赞的。哎对。侪是通用。漂亮啊，好用啊，价钿便宜啊，侪好讲赞，对伐？还有一种叫灵光，哎呦，迭个物事灵的，而且也是搿能。对对对。毛老师，侬来舞台高头搿塑造过的形象里头，侬觉得最嗲？嗲的一个形象是啥？我觉着我塑造了交关形象，侪老嗲。是搿能介。其中当然最做了最也蛮做也蛮嗲的呢。对。还是我最近前阶段刚刚演过董梅清。哦，董梅。搿只戏，董梅清搿一个人勿啦，可以讲真的就是上海滩的搿种小家脾气。哦。又作又嗲。哦，伊嗲。但是老可爱的，我认为老可爱的，作也作得老可爱的呀。伊哪能作法子啊？做并不是讲不讲道理的做了，搿种做侪是一种调侃的，一种情趣的，之间跟自家心爱的人蹲了一道，迭个就是一种做出另外一番情景来。有味道，情趣的。哎，情趣的，哎，对啊。所以我认为做是女人的专利呀。哦，比方讲，阿拉搿个戏曲高头，或者有啥专门的动作，或者搿语言，侬记得特别深的一种台词，侬觉得好代表搿种嗲伐？一种味道。侬用戏曲上来讲，嗲呢像女的哈，当然一个兰花指头本身就是老嗲的，对伐？男的做嗲，哎，嗲，老嗲，老嗲。那么像侬讲白娘娘，都许仙，不是？侬讲一搿种嗲哈，伊先有怨恨许仙的，就是讲许仙对伊个不理解，对对。葛末伊要。但是伊去搿能子，哎，老女的欢喜听男人头，搿能子起，那手么要搿能子转一记个，一转记那拿着头了，冤家什么记，像太冤家，阿拉讲冤家了，对勿啦？实际上是老嗲个，是冤家一推，推好之后么，休息拨伊一推嘛，还是要朝后头倒一倒，那么搿女的嘛，快点再敲去扶一扶，哎呦，表示心里向。老爱伊，老痛惜伊个。哎呦，侬老乖个哦。推开再。哎，推么推一记，哎呦，一快点么再去舞一记，两个人个恩爱个这个。么许仙表演得来是哪样子？扛脱了。许仙嘛，侬晓得戏曲里向表演种文弱书生嘛，侪是戆吼吼个呀，傻乎乎个，好像侪勿大懂得个。哦，是搿能介个。搿私人家过程呢，生活当中侬家是要表演发嗲。我可能跟了老公看，我也有点憨，好吧？不过是生活当中好像。动肢体高头哦，就大概只好对，就是讲老公有的肢体高头搿种发嗲的动作，对朋友之间好像还是就是语调的声音，稍微用低眼的声音嘛，就发发嗲、开开玩笑搿种，因为上下来动作勿大来的呀。但是光讲搿个语言哦，实际上苏州闲话也老嗲。苏州闲话叫怒咯，人家讲起怒，对是怒。哎，上海闲话没嗲，因为上海女人呢是本身。天生也勿好讲是完全是天生，就是讲伊个环境造成的。以前来讲，侬看老上海的一些电影哦，哎呦，讲闲话实际上声调侪比较低的，伊也是文明，不影响到人家呀。悄悄话，悄悄话就嗲了嘛。有交关代表，侬像我前家头正好了看搿个种啥个，宋氏三姐妹，看到宋美龄啊，伊拉搿一种的传奇咯啥，伊拉讲闲话的，一个语速勿快的。
不是像开阿拉机关枪，老子小姑娘讲闲话像开机关枪，太快了。现在节奏快，阿拉闲话也侪快。事实来讲，老早节奏侪比较慢的。讲起来闲话，侪看到要李家妈、张家阿姨呀、侪是喊起来，侪是亲热得来不得了，就老优雅的。搿就是老嗲了。这个嗲不需要侬再声音去拔了老尖的，也不需要侬诚心刻意的去用一种啥个声调。我是前头就讲化妆间辰光，我听侬接过一只电话，搿只电话真的，输脱了。哎，侬平常打电话就是搿能介的嘛？看起个。哦，看起。看起个，这个是啥物事？就是看人个对伐？看情况而起呀。是搿意思。是搿意思。一个啥了解？侬勿懂了。对对，要勿就。叫看起个，看起是啥意思呢？就讲我正好现在心情也比较好，又勿是手头老忙个辰光，人家来电话一般来讲就比较会得温柔点。哎喂，哎我正好辣辣化妆呀，哎没啥事体。侬正好辣辣忙个心急火燎辰光，迭个心态也就勿对头了。哎喂，快点讲，快点，好了，我开会了，就也是搿能样子个。还是蛮嗲个，还是蛮嗲个。假使苏文佳侬忙个辰光，侬接电话哪能介？勿接了呀。就是搿侬比我还要干脆。我觉着搿就讲嗲搿样事体哦，就是虽然帮毛老师比，我好像还稍微差那么眼，但是老多人侪讲我生活当中对伐，老欢喜跟人家发嗲，但我自家没觉着我辣盖发嗲，侬晓得伐？侬觉着呢，丁丁？有辰光会露出来。两位觉着上海搿个城市气质，阿里点气质使得上海个小姑娘生活头有介好个搿种嗲帮或者讲作个优点？我认为最重要是上海呢是一个开放的城市，开放，哎，然后呢，相对来讲文明程度还是比较高，所以侬看上海的女人，上海的女生的地位老高，地位，哎，地位老高，所谓地位老高，既能够拥有自家一片天地，好出去创事业，职业女性，职业女性创事业绝对不会得阿公阿婆或者男人不允许的，不会的，因为男的老支持侬去创事业的，所以当侬回到屋里呢，我觉着上海女人聪明就辣搿搭，有辰光。阿拉也会得大女子主义一下，来帮我倒杯茶，哎，我肚皮饿了，吃碗饭，弄眼点心来也会。但大多数辰光，或者今朝正好有点老公的客人来海，哪怕再吃力回到屋里向，哎呦，还像模像样，厨房带进去，又是泡茶了，又是弄水果了，你要想，哎呦，那个老婆真不得了，老公下今朝还到大碗仔，回来还是噶照顾侬哈。所以我认为这个才是相辅相成的。怎么讲呢？我倒是觉得，就是上海的小姑娘，与生俱来就有搿样的气质，不嗲不作，就对不起侬是上海小姑娘。哦，是搿个。身为上海小姑娘，侬就应该作，就应该嗲。啊。哎，让上海的男人啊！感受搿份作跟搿份嗲，有辰光啊，女人帮男人作是搿个女人看得起男人，有辰光男人呢去包容搿种女小姑娘的作特子嗲，是男人的一种风度帮气质来里头。有句话讲了好嘛，讲搿个嗲是地面浆，作是辣乎浆。生活当中啊，有甜有辣，最好更加有味道。再次感谢两位嘉宾来到节目当中，今朝节目到搿里结束了，再会。对于上海男人来讲，买大嫂是一门从小就要培养起来的技能。阿拉妈第一趟逼我去买小菜，我去买了。阿拉爷就讲起来，侬小菜冇没法吃的，为啥？我永远买最漂亮的，就为了好照片。从那个小女